这一锅都是炖好的牛肉，你得饭够吗？够了，我吃不了多少。哦，炖好四两，旁边去还吐呢。然而连范二刚一顿不扯的话，粉丝推荐了点牛肉饭，咱们一块去尝一尝。好像应该是这个，我也不太确定。您好，不是有牛肉饭是吗？其实这是一个排馆，给我来个烩饭加牛肉。番茄烩、原汤烩。我要番茄烩，单价10块钱一两嘛，再给我加2两。这一锅都是炖好的牛肉，加点牛肉汤。饭量大吗？我饭量还行，正常正常正常，兄弟。哎，有西红柿，那是番茄酱，是一个粗度司机大哥告诉我的，所以进来可能有点不一样。香的，这一下开锅了，米饭现烩，这不太好了吗？这不，也有点土豆、洋白菜吗？都有。哦，红烩用的。给我热点土豆，我该给钱给钱，没事儿。这饭够吗？够了，我吃不了多少，这一碗就烩好了。肉太肥了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看着整，按两来的，等于一共4两肉呗。哦，炖好4两，除了那肉，我就看上这土豆了。咱弄点土豆，加把洋白菜。行吧，哥们，你受累吧，我先吃了。我坐的这个桌子其实是一个麻将桌，给你们看看。那边大爷大娘们在战斗中，我吃我的牛肉饭，番茄现烩的饭，狠巴巴的要了4两牛肉，我先尝口饭。哎哎，谢谢您谢谢您，这现烩的口感肯定是好，满满番茄跟番茄酱的味儿，里面放了糖呢，这个饭有点甜了，它这个糖是现放，吃不了甜的话可能少放。哦，听见我这背景音了吗？来块牛肉，它这个牛肉大部分都偏瘦，所以太瘦的那些个呢，吃起来里面有点发柴。我觉得跟这个汤要一块再炖一会儿会好一点。反正爱吃这种纯瘦的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像这种稍微带点筋头巴脑的，这绝对不错了就。单吃这个肉的话，炖的相对比较清淡，可能因为它后期还要再烩一遍，所以它前期炖的可能口就清。旁边去还吐呢，单烩了完土豆跟洋白菜啊，这个炸过的土豆再一烩啊，这个味道就更香了。土豆牛肉烩的饭，再来口烩洋白菜。这个是拿纯牛汤烩的，所以这个味道上明显跟这个有区别了。给这边捞捞，转移。如果这要是换成大白菜，完美。再弄点粉条，最后把这土豆和一和。今日消费45元 ，OK， 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